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是看到他满意的点头，我忽然就有了盼望。我想要得到更多的肯定，特别是他的。有奖励吗？你是小狗啊，是不是还想要肉骨头？是啊。哎，你说我们都是师徒关系，还一次都没有好好吃过你做的饭呢。那草香味太重那次也不算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做什么？在犒劳林可颂小姐。犒劳？说这又是鲜花又是蜡烛，美食还有美酒还有音乐，最重要的是还有美人。哎，感动。美人？跟花叶菜比的话，算吧。再说了，我没有要犒劳你的意思。快坐下。在厨房搞了这么久，还不是犒劳我？无关人员，你能不能先退下？我不想让你影响我的用餐体验。来电话说我在外面只要好好吃饭，他和爸爸就能放心。妈妈，我有好好吃饭，我吃到的饭您一定想象不到有多好吃。我感觉自己被疼爱到了，心里暖暖的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满满的要向外溢出来。我为什么会这么幸福啊？ You are the stranger I want to know，怎么没搞？ I would do little tricks for you, only for you, or the stranger I want to know from the other world. I would do silly things for you. Don't bury your secrets
tight. Show them who you are. Don't hide your feelings for love. Like a lonely star, we play the notes of love. Like work of art, we sing a song for love. Listen to your heart, to your heart. Love is the force.什么问题啊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，吃着吃着忽然特别感动，真的特别好吃，谢谢你啊。能把饭做得这么好吃，我有可能再也吃不到这样的东西了。你是不是傻了呀？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你又怎么会吃不到？再说了，如果你以后学会，你可以自己做给自己吃啊。不可能，谁对我这么好？哎，我会教你，直到你也能做到那么好为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要我能不能别嫌我笨，别嫌我烦？你确实笨。也确实烦，如果我不嫌，可以吧？可以，我去洗碗。你放了吧，你那会洗的。哎呀，就这么两个碗。我来吧，我这碗都限量定制的，客人没得补的。嗯，那你洗吧。其实要不是你把我选出来的话。可能一辈子就在我叔叔那个店里洗碗了。孙女士担心上海人民不会洗碗，所以才风尘仆仆跑到这儿来。说出来也没什么丢人的，我是为了送女人来的。我早知道啊。嗯。你十年前的生活重心就是他，现在一切生活的动力也是他。我猜你还没跟他说实话，对吧？你呀，不难猜。来，放过去。你好，啊，伊丽丝小姐，啊，你好，嗯，奥利在吗？方便接个电话？奥利在的，在厨房跟林小姐一起洗碗呢，要不要我去叫她？哦，哦，那不用叫她了。好，谢谢您。It is.我和你弟弟陪你过完生日，我们就走了。Take care of yourself. 嗯。
奥利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，奇怪吗？不，不奇怪。但是更让人痛苦的是，他曾经说，洗碗是世界上最没有价值、最没有创造力的工作。现在，他是在家里洗碗，他跟林可颂在家里一起洗碗。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是会互相改变的。妈妈，你知道我担心什么？别再说了。我在电话里听得很清楚，他变得开心。但是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另外一个女生，我受不了。是你自己在伤害你自己。奥利是一个一向只往前看的人，他不会为失去的事物多浪费一分钟，你又何必为他伤神呢？我也想这样做，可是我做不到。现在想想我自己真是傻，为了一份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感情坚持了那么多年。谁笑啊？你确实傻，但也很棒。嘲笑我？我是认真的。傻意味着不懂得计较利害得失，不会将选择权保留给自己。人家说什么你都答应了，与其说你相信所有人，倒不如说你从未怀疑过人性。我是这样的吗？听起来还挺好的。是啊，而且十分真诚。真的在夸奖我？我还以为你又在挖苦我呢。哎，命运真是奇妙。你说当时我要是没来上海，要是没跟着小雨去面试，要是我没去杭州，没住亮色酒店，你没在酒店实习，要是你那时候没喜欢上他，是啊。所以，所有相遇都是由千种万种偶然而构成的，咱们都得珍惜。以前我总是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直到今天我吃完你做的菜，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着我去发现。所以我现在从内心真的特别想做一名好厨师。这样就能把我尝到的美味也做给别人吃。看来你真的爱上厨艺了。行，我帮你实现梦想。你一直在帮我实现梦想啊。别想很多事，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江先生，晚安。晚安。